那无必要，都莫见面。你敢不知道拄只罗家峰咧跟踪你？那不是前夜及时发现暗号你，你即马想已经撇空啊？咱规个计划嘛拢拍乱去啊！是嘞啊，干爹，我知你最近因为朱丽萍，还有谢东俊的代志，不过足操烦的。也毋过即马真正足紧急的嘛，这件代志，那是甲老母有关系呢，而且更有关的，文瑶一直藏在心内，结足大秘密，所以我一定要当面甲你讲个清楚。起来讲。想袂到罗家竟然要这段过去，照这时间个算起来，应该是迄几年啊。罗在兴几落头壳拢想要找米姑的下落，老虎比站袂住，所以才用这种假绑票的方式，想要把红师的心掠倒转来。这老虎比的个性真了强势，伊安尼做，我完全袂感觉意外。即马罗家规家伙啊！拢团结一条心嘛，我拄好用利用这粒微爆弹，大大来个拼者，我就看因家的好野人到底用团结偌久。今麦这敢是重点，重点是文瑶。干爹，你敢不是跟我讲过，文瑶一直拢是孤孤单单一个人，唔捌看过对任何一个查囡仔动心过。伊心内迄个位置，早晚拢是我的。啊，结果即摆咧，真明显啊，根本毋是安尼啊。你先莫着急，有啥物话豆豆仔讲。我是要安怎无着急？伊两个结婚早就伫个囡仔时代就开始安尼。我要甲个当作是一个宝贝秘密，藏在心内，藏到今嘛，一定唔去甲放袂记的。迄就表示讲，伊心内迄个位置，早就已经去让罗安姐占去啊。哎呀，迄就是两个囡仔人啊，为着要想变歹人，伫个工寮啊，啊带一面尔，啊所以你讲个，伊未输是三面还是同款，伤憨啦。莫怪，莫怪，迄天伫个桥顶，文瑶的反应会这么反常，敢会是，就亲像是，伊找足久的查囡仔，总算去会找到啊了，啊，却竟然伫个伊的面头前暴露水底找无人，所以伊就归去，归去无顾家己的性命，我哪对你暴露对无？唔对啦。你想想说，就算讲啊，文瑶真正要救过罗安杰啊，细汉迄个时阵是动静，啊那桥顶迄边啊是这个任务。你根本就是咧替伊找借口咧帮伊讲话嘛！干爹，你拢无看到，伊特别看罗安杰的眼神，就参就是我咧看伊同款，迄真正去爱着的眼神，佮感情，迄是无法度藏的。对对对，干爹，你现在有搞交代哦？这件代志绝对袂用让任何人知影，尤其袂使让干爹你知影。你是不是有哪感觉无着势啊？对不？伊就是惊讲，万一这件代志啊，别空罗安姐受伤，所以是明显啊，伊就是要紧。那我是要安怎？我袂用的啦，干爹安尼我是要安怎？啊，剩我一个人诶，我以前遐尔济，我是要安怎？啊，伊心内袂介意我，啊，我是要安怎？我唔知，我要安怎？安尼我这里这里破病死，你要安怎？林先生，你即马敢知影你家己咧讲啥未？你伫我面头前讲，我为亲生后生，为着罗安杰，为着一个查某，伊就心存，伊甲陈家的使命，甲伊顶到头，
啊，承担的亲手大婚，甚至是伊嘴去应家，爱度过伫育幼院艰苦的生活，啊，佮有这二十年啊，伊经历的风霜，伊的牺牲佮付出，全部拢也放袂记，都为着一个爱情。你敢会想过看中迄罗安杰，想过看起文瑶啊？是啊，干爹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干爹，是啊，干爹，我唔是迄个意思。我不是挑工在你的背后说他的坏话，还是塞人你两个感情说他反背你，他是跟爹你最重要的人，对我也是啊。哎，起来起来，文瑶是我的后生，我比任何人更加了解。伊不是迄种啊，唔知轻重做代志无分寸的人。你讲迄件代志，只是伊一个回忆，真普通。那真正对伊有甚物特殊的意义，伊就继续藏在伊的心内。伊哪有需要坦白甲你讲的，对吧？所以文瑶，伊不是真正去有爱情冲昏头。伊对罗安姐的关心，还佫遐温柔的笑容，阮只是为着要报仇，拢是演出来尔，对无？啊无咧，伊暗暝来找我，伊有清水，等我面甲解释啊。伊讲伊安尼做啊，主要是要完成我交代予伊的任务啊。我嘛认为安尼做做了真好啊。好啦，莫要别乱想。即马罗家的人啊，又要重新团结起来。咱这边啊，要更加心头了定，要互相信任，继续收听。安尼，毋则会当早一天来完成咱的计划。你甲文瑶要做伙，这个心愿，嘛会当早一天来实现啊。嗯，干爹，是嘞。拄只是真正我想伤济，我想骄傲啦，你莫甲我生气好无？走囝哩，咱爸仔囝什么时阵啊？有过也是有，就算讲啊，起性地过去都随便去啊。你即马上应该去做的就是啊，赶紧化解罗家峰对你的怀疑。嗯。到暗暝你毋是要去留只机？时间差不多啊，应该要回去了。嗯，好啦。我拄则甲你讲绑票的代志。放心啦，我会处理，每个代志可能为你遐去。那呢，我先来走啊。出去的时阵，阿谢你。嗯。文雅，我已经给你提醒过了，你也是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。既然这殡仪馆你不在条过，安尼只好我亲身出手。喂，文金嘛，嗯，今仔日阮子涵回来哦，今晚阮来食迄团圆饭啦，嗯。嗯，菜水草。菜水草，你袂记啊？菜水草都是草草啦。哦，喂，喂，拍子拍子，听我下午给带你带你。喂，喂，哎，安姐，到下班。我再来个小醉。
跟大家讲哦，你们看这阿舅，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你拿着球哦，那斗牛长得有够笑哎，哦，就凶暴哎。你来雄雄去讲到臭他啦，你不是讲这个人做安分呢？你我操，有人去营造厂找伊，敢真实嘞？来找伊的是一个查甫人。这是你官商求哟，二十几年来都无代志，那向有人来找伊啦？你先莫紧张，我会去处理。看呐，我再跟你讲啊。你还真做处理呢，啊？原来老虎皮真正就是当年叫人绑架安杰祖庙。什么呀？斗牛，啊是像连斗牛拢唔惊。你啊，敢讲我？看起来跟第一个开始行动啊，老虎比较的消息，你再见不安。伊啊，啊是安怎是无啦？啊，今日有只打电话来是讲啥？啊，无你那安尼失信失信啊？啊，无啦，我见到讲。真正的联名唱的迄个老员工碰柑的过新年啦，是不听着心情不好？碰柑过身啊，啊无，先去家己厝内人关心一下啦，啊有碰柑哦，人放心离开啦。嗯，无我来敲一下电话联络，看有今物要处理啦。给他吃安顿来哦，我给你看一罐破洋酒来，我给你喝。